嗨，我是 Anne， 你是谁？韩柠檬。柠檬姐姐在那边，姐姐，我们要拍片了，你在夜什么？背影对着人家。好了，我们这一站呢，来到了是竹围渔港，多久没来了？超级久没来了，这边有改变了一些。停车停哪里？免费停车场就在这一区，超级大的。我觉得来到竹围港最方便就是停车不用钱，然后这边就规划已经算是专门的行人步道，以前没有哎、欸，以前都是一些就是不是路的地方。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还蛮早到，就是比较少人，清幽，早点到渔港就是清幽。走，我们来去看一下竹围渔港里面的鱼市面有什么改变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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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因为我们比较早到，所以就是开始摊贩才开始陆陆续续的来卖蛮多农产品。然后现在这边户外的这区是比较少人逛了，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。他这边厕所，哎，他换过来了耶，还是要把它在这边？忘记了，那有太久没来了。换啦，之前不在这边。真的啊，你都知道。哎，看呀，新鲜刚上港的渔货。这种应该是我们常看到的小鲑鱼吧，它真的是我都看不太出来，真的对于鱼真的是超不熟的，只会吃鱼，然后不懂鱼。阿婆很知道啊，对啊，哎，有虾子，有虾子，有虾子，哎，可以买哎，要有虾子哎，啊，刚才看到小火。一斤五百五，一斤五百五。那那个鲑鱼呢？鲑鱼三百五，三百五，一斤三百五哈。你要买哪一个？鲑鱼。好，去买鲑鱼好了。要北段一个啊，我聊聊。要买鲑鱼。很漂亮啊。要哪一块？哪一块哦？你要哪一块？我不会挑，帮我挑。对对啊，都很漂亮啊。不要太，还是这边这一个。好，我可以煮干啊，烤也可以。我不用那么多啦。切的比较贵。切的比较贵。整块去这一块才1660而已。这么大块，比 Costco 还便宜。不要烤。1660。我帮你切啊，1660，1660而已，这么大块哦，比 Costco 还便宜。我考虑一下下，对，我考虑一下下，其实这样子蛮便宜，是真的。对，但是哥我们没有领钱，我现在只有700块，来这边很丢脸。先去领钱才能好办事。只带700块要来渔港买海产，公啊，这只能买炸物而已。刚刚我们去领钱。不会，他是他可以帮你切，再切分切，他可以再帮你分啊。对，没错嘛。我们去领钱，没钱来买海产丢脸。来尔夫，嗨来，走吧走吧。板哥坚持不要那么冲动，先买东西。他觉得现在去室内的市集逛一下。那走往室内市集的时候，沿路就是有一些摊贩啊海鲜餐厅。炸物等等都还蛮多的，大家看一下。然后请记得这边开车竟然是单行道，不要乱闯哦。来走吧，它真的改变了很多哎。来过马路小心。餐厅啊，小吃美食啊，这边通通都有。炸物，妈妈都吃前面那一家。妈妈喜欢前面那一家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老板娘很漂亮，她很有气质。以后我们大家要成为这个样子。这边这摊炸物是我最爱的。你等下再买吗？要先买。先叫吧。OK， 好啊，先叫，先帮我拿 beer。Thank you。海鲜卷 OK， 那小孩子说要吃炸虾，一只35块。海鲜卷很多啊。超多的鱼条要吗？超多的。那蚵仔锁在哪里？在那边。对对啊。
哇，这个。感谢，谢谢。走 ，Let's go。建议就是先来点餐完之后，他会给你号码牌，然后就继续去逛你自己想要逛的，买自己想要买的海鲜，最方便。我、哦、这边的炸物摊真的是超澎湃的耶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什么都想吃？我们全包好不好？好。好哦，你要多赚点钱，游泳靠你了，拿全国冠军，黄柠檬你就红了，柠檬妹。真的都很多哎、欸，走吧走吧，准备进去室内的市集。Go Go， 对 Go， 进去。走进来喽，进去。开始要逛咯，小心哦。哦，这章鱼吗？这个是章鱼，好大哦。美女帮阿妹买。不用谢。章鱼，这是什么壳啊？是什么？好多哦！哎，我们来去一下最热闹的摊贩，现在在拍卖市集，拍卖，很多人。哥哥买过。对啊，小孩子们最喜欢的啊。啊，还是蛮热闹的耶。那、啊、这边就是要逛这种、看这种的，小心啊，往前走。他讲话好机关枪哦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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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准备好哦，零钱准备好哦，债主没有随便乱卖。快点快点，零钱，零钱准备好。没有随便乱卖，快点。零钱准备好，以后零钱准备好。里面什么东西？零钱，零钱。不要去了，那台湾价出大赔率的小白仓。小白菜，一个人可以买两只，两个人买四只，三个人买六只，人越多买越多只。早上渔船回来怎么卖？不要说一斤五百六十块，能喂二台八只头，两斤头，卖光能喂台八，台高砸台背砸台肩砸台奶砸台骨砸台心砸，杀砸你刀妹，一个人买一份，人越多买多份，能喂砸扣头啊！因为什么？我买吗？要买吗？要买吗？要买吗？买，我要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跟妈妈讲，哥回去跟阿朱姐讲，我买了两只鱼十块钱。十块，两只鱼十块啊！这是最热闹的，我最喜欢玩这种的。来，给我鲑鱼，爱吃鲑鱼的朋友，来买鲑鱼哦！一再的强调，不要买到裸装的。什么叫裸装？没有包装，套塑胶袋叫裸装，下面鲑鱼营养价值很高 ，Omega 3 DHA， 买到裸装的鲜度容易流失，品质相当不稳定，所以我们家一律只卖真空包装袋，急速冷冻，让这里中杯后切鲑鱼。看到没？好。外靠一个开三盒，营养价值拢收在内底，而且裸装有什么问题？没有标签，没有证明，你唔知你买到什么物件，卖讲一件开三万五，两件开七百，三件开1500，爱家朋友一千块，直接再送一片，再请一片，再优待一片，一千块，圣诞节快乐，再买一片，一千块，要买了，赶快过来，一千块的话，去对了，我一台几千块来发过去了，我就知道你要，你的眼睛在看你的心了，来，一千块，来一千块，来一千块，再来一千，一千块，赚到赚到就是买到，来贵来，很重啊。他几片啊？好多片哦，二三四五六七片吧，七八片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片。八片一千，便宜哦，对啊，加起来。蓝钻虾等级的白虾。虾子，蓝钻虾，这个留言区买虾，买太虾，留言区，留言区。内行的都知道，越大只越贵，越大只越贵。我炒出来。这组，弄大只，没了。大只的耶。换你们清蒸蒜泥大白虾，气质焗烤大白虾，对，水煮白虾，火锅白虾，川烫白虾，阿勇弄二家，怎么卖？不要说哈，连锁大卖场都在卖，一盒都要花你560。今天要吃白虾的朋友，卖光一盒560。两盒1120，爱台黑亚平又来1000，圣诞节快乐，直接再送1000块价。要喜欢，这盒给你看一下，一样都大只的，
不要以为只有上面大只，下面是小隻。那你敢喊说你要吗？漂亮的，适合来。1000块就好，要吃的你就来，四合1000块，还有啦，等等，等等，来四合1000块，这边来1000块，四合1000，结束了，我们今天大采购，又是战利品，冰箱总是那么小，人口老是那么少，不要紧，吃较少，两百块吃完这个买的话，有听到没有？白的。打平啊，打下去横的。都没人吃，没人买，不要，不要，来，不要紧。有没有客人要吃鱼的？1000块先拿钱的。你们家今天有没有干贝？来，干贝，来上干贝。来，来讲一下，这一条龙虎石斑，马上去清蒸煮汤，这条花500多块。哎，来1000块，上你一个较好的，这位叫做赤海。人讲食赤海，阿婆冤家袂走去跳海哦，即要上好食，安尼来1000块，这条我阿姨再送给你吃1000块，这一条经常在做优惠1000块，哪个家海鲈再送给你，安尼来1000块，有喜欢深海鱿鱼再送给你，安尼来1000块就好了，哪个家青菜，来来加香，来了，我阿姨个嘴巴有力了，1000块啊，来了，海鲈这条再多送给你1000块，要买了。妹妹，再送你2包 RO 纯水冰块，蜜渗透水流结冰，耗时3天解冻，1000块就好了。要不要？把你包过去了，这堆你赚到了，你卖个垮来了，这排仓都给你了啦，那就喜欢。这里就花200多块了，超便宜的。拿1000块，拿1000块。我不要，我不会煮鱼啊，我不会杀鱼啊。有啊。老公男朋友才会叫你小宝贝。我在考虑。一包里面25到30颗。啊，他这组啊有获得食品金牌奖认证标章，啊，没得鱼哦，看你们用真的用行的，可以来猪登做佛跳墙、鬼跳墙、死人跳墙、狗急跳墙，做什么抢都好吃，看到没？卖光了，连锁都没钱呐、啊，一包要花你620块，2包1200多块，爱家朋友1000块，只有也是这样子而已啦，哪能加3包来？1000块就好，固定的3包1000块，3包1000你要买啊，太贵了，冰箱冰不下了。哦不要说3包1000块，一样要吃几包买几包，1包300块就好，不到没包，1包300块，1包300块要吗？我要钱，我要一包。好，没问题了，那就直接来。等我一下哈。妹妹来一包，来，要帮忙拍照啊。妹妹来一包，这边一包，那边一包，这边一包，好，这边这一包，那个小给一包来。来，这边给右边，这边一包吧，然后来。哟，好，给你来哈，给他还有小纸来这一包。这边干杯，还有马老板。他是给我们的、啊，这么快啊？他对我那么好啊？尼克给我。对啊，我的鱼还没拿到、啊。还没拿到。对啊。我们要拿。没有买我的白仓，不要伸手乱拿，要不然会下18层地狱。过来。刚买白仓的，等一下哈，我们要白仓的很重哦。小心拿，很重哦。我们四个。一个琳达。它是冷冻的，冷冻啊，冷冻10块钱，好放进去里面，啊，两片，两片啊，两片10块啊，好了，我处理了，大力士女神出来了，你先拎起来给我，抱起来给我，这组啊，我讲啊，标榜养生等级，什么叫养生等级？低油低钠高纤，没有盖好，拢挂在架笼的里面，好给我，旁边的，走，超大片的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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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等一下，亮亮，我先把它盖好了。哎，真的蛮重的耶，很重哎。它很重哎，有适合。它光那个虾子就重死我了，等下回去被妈骂，因为冰箱冰不下。对，等下那边来念。真的，会被阿祖姐骂，因为冰箱冰不下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直接吃海鲜大餐。耶、yeah ，可以吃一些。我处理一个 ，go。先放他走回去很远的，没关系，先处理完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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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你还要买鲜科吗？鲜科。对啊。这一家鲜科就是我们每次来竹尾渔港的时候必买的，它就是现挖的，然后现在目前是1斤350。哎、欸，早期200多块、欸，现在真的是万物皆涨，万物皆涨。你想要买吗？可是我们今天买都大箱了耶。下次。太多了耶。我们决定先把这箱爆炸重的这一箱海鲜先放车上好了。太重了。太重了，太重了。好，那我要吃那种油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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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小心哦。
我们要再度回来室内局势了，那一箱放回去轻松多了，要不然真的重到爆。我很想要买红鲟之类的，好卵好多、哦，这只是沙姆啊，这个沙姆啊，卵超多的，好心动哦。然后这是一串600，卵也是蛮多的，很心动哎。然后一直很考虑要不要买那个大虾子。大虾，来看大虾，问一下怎么。对啊，那个好大哦，人家煮怎么煮啊？就是拿大锅子煮哎，要清蒸而已啊，就清蒸啊。这个，那这个嘞，这怎么卖？一斤800啊。一斤八百。有2斤吗？没有啊。没有。我可以称给你看，你要大的还是要小的？大的，我看一下大的。1斤800。半斤多啦。半斤啊。对，吓死了！我想说，我说一只可能要1000多块。不用啊，不用，没有你们想那么贵。我给你，对。买2只还是？好啊。好，老公说买2只啊。那就大一点。买给20块。不好意思哦，谢谢。8202只炒虾，它平均大概就是400多，400多半斤左右，很大只，很有肉啊，感觉得出来。比在手上，说你要我拎着就对了，拎它那个来比就对了吧？可以借我拿一下吗？大半只。你看它跟我的手这样子比。超大的，然后大概一斤是800，然后半斤，这大概半斤的量，超大的，而且摸起来还是有 Q 的感觉，还没吃就觉得它蛮扎实的，不错，等一下回去直接煮来吃。他本来我们是不是在楼上待客、欸？对，我忘记跟大家讲，室内这边一楼是市集，二楼是餐厅，他可以帮你待客料理。Go， 走吧走吧。然后现在真的是螃蟹季节，所有的很多的蟹脚啊、螃蟹，从这边通通都有，超多的。然后卵丝哎，很大哎，其实我分不出卵丝啊，然后这些东西这边通通都有，超多。套 Q 卵丝等等的很多。怎么了？哇，那个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芒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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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帝王蟹，好大哦！帝王蟹，看，美美，你好大哦！美美，你这边老板好热情哦，让你来抓帝王蟹，好可爱！萌萌，你敢抓吗？你敢抓吗？它有超大的、啊，它没死，它是活的、啊。它有。老板，这一只，老板，这一只大概多少钱？这个。对，这一只大概。7-8千。哦，一只大概7-8千。哦。7-8千。对啊，反正中乐透都要买给我吃。哇，好大只哦！走吧，走吧。所以这边的帝王蟹大概一只均价就是7-8千起跳，然后所以他刚才讲说10000块差不多啊，真的差不多，对。然后小朋友很喜欢吃这些海鲜干货类啊，其实这边都有，还蛮多的。然后我觉得重点是什么？这边都价位都标示的非常的清楚明确，不会骗观光客。这边也这么热闹哎，这是要干嘛？卖活沙虾哦，卖虾的哎。不用啊，不用，太多了啦。对啊，我们只是看而已。因为很多人就喜欢这当季新鲜的一些，因为现在是那个海鲜季节啊，螃蟹啊。虾子，所以很多人都在买虾子啊。我们不会吃螃蟹。奶奶其实奶奶跟爷爷很喜欢吃螃蟹。你买的什么？超大颗耶！这一斤怎么卖？300。一斤300哦。对。一斤300哎，好大颗哦。贵吗？你想买吗？啊？
我买个一斤。超大颗的，快点给他，他在装了，他在装了。这个那边有包水的一斤哦。超肥美的，来，谢谢你，谢谢300。宝妹，宝妹喜欢吃鲜蚵，回去只要就清烫热水烫一下就可以吃了，然后再芥末啊，然后姜丝这样子配着吃，哦，超好吃的，吃货，我们的大姐姐是吃货，对不对？美食吃起来，多吃点海鲜，以后在海里面当美人鱼。然后这边就是有大闸蟹。你要大闸蟹吗？看啊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带大家去二楼看一下待客料理的餐厅。既然介绍了竹尾鱼糕，我们就要上去楼上看一下餐厅长什么样子。要不然很多人会觉得买了海鲜只能带回家煮，这边有待客料理哦，所以我们来去楼二楼看一下。谢谢，它是待客料理一区，你不要傻眼。我们一家真的很少上来这一区，他们两个有点惊讶，就说一家，他吓到了。但你看，还有好几家，你看2、4、6、8有九家，很多间，很多间。你看这边，小心哦。这是餐厅。好，大家看一下环境啊。我们看一下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。你们看吃饭吗？我们整个走一圈走完，来跟着我走一下。再加环境，看一下这边的用餐环境。好，基本上我们已经走完这一圈了。我们要准备逛完这一区，我们要准备要干嘛呢？这边而且有厕所，哎，对不起啊，太少来了，这边还有厕所。走吧，我们走下去，怎么去怎么回来啦？有12家哦，认真，所以没有20家哦。哎，有些生意真的很好哎。好，看一下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。14家、哦、好，我们走一圈走完了，原路去原路回。然后萌萌刚才认真数完，他说14家，厉害，他很认真在数，就给大家参考一下。这一区用餐就是这一整圈，然后他们有自己的用餐区，然后满的话就是坐在共用的一个用餐区，其实还算不错。用餐时间来这边吃一下海鲜，蛮推荐的，蛮清幽的。走吧，走吧。我们家柠檬妹啊，除了自己家里楼梯之外，在外面走楼梯她会害怕。你有阴影吗？还有学校的，学校家里都不怕。习惯的楼梯不怕，在外面陌生楼梯你就怕破街是吗？你小时候破街过吗？2次。姐姐也破街过，姐姐还流血过。走，去拿炸物了。谁要去拿？姐姐，你要去拿炸物吗？你敢拿吗？你敢拿炸物吗？我们去拿我们的11号的炸物。现在应该20、30几号了吧？因为我们逛蛮久的、欸。新鲜好吃的炸物，哎、欸，现在没人。刚才爆炸多人的，一阵一阵的，人潮就是这样子。哦，这个11号，谢谢。对啊。太好逛了啦，因为海鲜太好买了。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。被老板刁了啦，我们太久了啦，因为海鲜太好买，买太多了。他说叫我们要赶快趁热吃，因为炸物要什么，就是趁热吃，要不然就会那个潮湿会润掉。午餐吃什么？榜哥，萌萌在问午餐吃什么？午餐就是吃
炸物。好啦，安阳板哥呢，还有师伯姐妹带大家来到竹尾渔港，走完了一圈，赶快找时间来竹尾渔港走完，买海鲜，买炸物，然后顺便可以在小朋友在广场里面吹吹泡，吹吹那个啊，这些玩玩泡泡啊，然后或是放放风筝啊，然后带小朋友在对岸的南岸那边一区去看海景，都是很惬意的，风太大，都吃疯了啦，好啦，咱们下回见咯，拜拜咯。